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木子成，然后呢，我现在已经考完期中了，我觉得非常的开心，然后非常的放松，毕竟一次大考考完了，肯定非常的激动。然后呢，这次考试吧，我觉得吧，我不是学霸，但我觉得我尽了自己的最大的努力。然后反正不知道最后结果，但相信只要是自己努力的都是好结果，好吧。然后呢也祝还没有考试的朋友们呢一定要好好复习，然后放松心态，然后在后面的学习呢也要好好的努力，然后更上一层楼。然后最后的最后，就是学习这种东西它是学无止境，不会有终点，我就认为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加油。今天就这样，拜拜。OK， 自从上次的水滴音，对吧？我发现呢，这么弹，可能太痛了，脸太痛了，所以我回去就是思考了一下，还有什么方法。然后我发现这个呢只是扩大它的声音，对吧，它就可以发出来。所以呢，但这个有一点难度，就是你必须要先学会这个，然后它就是形成肌肉记忆，它就会再学这个就会顺畅。如果你天赋异禀呢，你也可以直接调整这个。